san sit di hong Om guru len san sit di hong Om guru len san sit di hong他的要求100坛，啊，100坛，啊，这个修莲花生大师的法，照他说供养他100坛，修他的法，能够得到传承加持力。那大家知道密教的法都是源自于他。啊，今天我们所谓的密教的法、密法、密宗，都是起源于他。所以呢，今天的密法密教能够传流到现在，也是他的铁鸟飞起，密法大兴。现在铁鸟就是飞机，飞机已经飞到天空了。好，这个50年来，就是密法大兴的时候了。所以他的预言一一的实现，那么他又再次的倒装入世，成为汉人的莲生、莲花生。莲生，所以大家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了知。那他亲自出来说要得到传承加持力，要供养他，要修他的法100坛，这是我们的忽略。好，我们没有去了解密教的根本。虽然这一世我们叫根本上师，但根本上师的源头莲花生大师，所以很多时候请法都要以莲师出来。像这一次的中光堂，他们请法也是莲师摆在前面，那都是莲师，因为没有他就没有一切的所谓的密宗、密教、密法出现，尤其是真佛宗，又再次的下凡间，莲师啊慈悲。那莲师是由谁化身的？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这三尊化身的。代表身口意，所以你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根源，我们就是由这样的根源下来，所以大家都太轻视自己跟小看自己，我们都是这样的化身来。那我们一起来吧，想要追求真正的根本传承，我们自己的心态一定要非常的摆正确、摆对、摆对、摆正确，一定要的，不要小看自己。以前没有所谓的这样的化身，但是由莲花生大师化为的莲生，啊，大白莲花等化为的这么多的莲花童子，这么多的弟子，就是都是有共同的心愿、共同的这个誓言一起下来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有传承的加持力，有这样子的一个肯定的心态、认知上坚定的信念，你们朝这方面放下去，就会得到源源不断的加持力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他主动提现出来，我都是依着佛菩萨诸尊的提示在走这一条人间的道路，所以他们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。好，到了这个尾声了，传承加持力最重要，传承加持力，你即使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能力，但是你有传承力，自然做事不是你，你只是一个身体在操作被运用，实际上是他们在做。就像我一样，我一直在讲不是我是他们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他们，他们的指示，他们没有身体有形的，他们是灵体，他们运用灵体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，我们说我们做我们想我们怎么样，就是他们在做主。所以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认知，
就像师尊说，我们是他的化身。那有可能啊，男跟女在这一般人的想法，可是确实就是，你把他融入以后，你的形象、你的面貌、你的心，就是他。所以我经常会想，我不是我。我有时候没有刻意特意，我就是师尊的脸，很自然就是源源不断的灵师，不是我，是他们。所以随手你来，因为我以前跟他讲，我没有办法去看什么佛经佛理，我能不能用实际的人间佛法？他说这就是佛法，你如果不深入佛理实践佛理，那都是假的。那你是人，就做人的生活，生活当去体悟佛法，那自然而然，我说请加持我，请给我你们的灵师，请给我们的力量，请给我你们的一切。那自然很多时候要做什么是他们，不是我。我说过了，不是我，我放空我的身体给你们用，是这样子的，给我能够借由你们的成就来发挥这一世该做的事。所以大家好好把握，不要小看自己。如果你认为你不行，那就真的不行，不是你，是他们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修莲师的法。莲花生，莲花生出来的，它不是父亲母亲受胎生出来的，这种一开始就不一样的因缘，你们就要了解了。我们的密教不能讲所谓一般人了解的话，所说的都不是一般人。首先顶礼根本传承上师，历代祖师，坦诚诸佛诸尊及修法祖尊。那么莲华生大师，念闻上师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同修，大家好。Om Mani Padme Hum。 上师好。好，大家好。刚刚呢，我们在修莲师法。那么，这个有一位不是我们人形的朋友也一起共修就是在那边，前面那边，跟我讲了很多，吵得不得了他说：“怎么这么复杂啊？你们在干什么啊？”我说：“修法。”“什么叫修法？不懂啊。”对不对？我说对哦，都好像从来没有教你哈，第一次跟我们共修哈。然后他刚开始是说：“上师啊，这里有很多很多大将军哦，大将军哦，行来行去，走来走去，到处都是大将军哦，穿那个大将军的衣服哦。”我说：“你没看过？”“哎呀，看过才知道叫将军服啊。”他就这样讲，然后就开始哒哒哒哒一直讲，哇，这个是怎么修啊？怎么熟？你们是在做什么啊？吵得不得了。OK， 后来到最后就讲，我说你为什么会在这一只小狗熊里面呢？他说他是江西人，江西人这一世是江西人。他三个月的时候呢，三个月大的时候，跟着父母亲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。他的印象中他妈妈有抱他到很多狗熊的这个店，那么在中间也有来去，所以他知道那一个店有很多狗熊，他妈妈也买了狗熊给他，也买了相同的一只给他，大约差不多这样。可是他三岁的时候就死掉了，那死掉了，小孩子的灵不晓得去哪里，他的家没有信仰，就这样子埋掉了，火化掉了。可是他灵魂还在，他不知道怎么办。很多，他说他看到很多的这种灵体，都在街上，都在马路上，都在店里面，都在哪里飘来走来走去，跟活着的生前一样。那他三岁嘛，会跑会跳，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那些飘来飘去走来走去的灵体也不知道怎么办。
不知道去哪里。大家每天就你来，然后这样子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，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所以呢，他最常居的地方，因为这个我是在机场请的，我请这个画，他的附带的，他们有一个小小这种熊类，啊 ，teddy bear 什么在机那边，所以他最记忆最深刻，因为他这个地方是他曾经妈妈待最久，也埋这些狗熊给他，所以他又回到那地方，正好那一天我去。正好几个月他都在那里徘徊，正好我去，他就跟我讲，你能不能请我，让我跟你在一起，我的名字叫 Vicky。 我说哦，你会讲话，这么多里面有一只会讲话啊，很 cute， OK， 所以就请了他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把他请了。其实也不是请了，是他们送我的。那要跟我啊，我哪去买这个东西呢？结果他会影响那个主人送我，所以那主人我送给你，他莫名其妙就送我，好吧好吧，就收了吧，不要钱了。所以我买了很多这个玻璃永不凋谢的画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所以呢就跟着来了，我就说那你跟我女儿作伴吧，陪着她。他说好好好，然后生日我就送给她了。他本来嫌弃他，这么老了还在做这个，你这么怪啊。结果第二天第三天他很伤心，你女儿不喜欢我。我说你就让她喜欢你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。妙心说越看越可爱，越看越可爱，越看越可爱 OK 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刚刚就跟我讲很多，然后他就一直回忆，一直回忆。你不要看哦，本来无知，本来不懂，可是光也在照他，照我们也照他，他的记忆力就越来越提升了。然后他就想到以前事了，78年前的他了。78年前他就跟妙行了，因为他叫了一声主人，叫妙行主人。我说哎，你怎么会叫他主人呢？他说他是我78年前的主人。哦，我说78年叫什么？他这次姓李，李瑞华，那一次叫春花。他说我好像都跟花跟华，哎呦，你又刚刚又介绍莲花生，莲花生，哎呀，难怪我会跟你们有缘。哦 ，OK， 就很可爱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可爱，就讲起来，然后他就一直在提升。他说他跟了他六世，不是连续的，有六世有跟他结缘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呢他只是做一个卑女，就做帮家服务，家里穷，被卖到有钱的家里去做女佣，那正好服侍他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一次又回来，他说你们很有福，一直讲，你知道 很有福气了，想不到头上这样光照一下，哇，你们不知道哦。他说他好好坐在那里，我又想到他跟人无惹谁呀，可是竟然有人去推他。他说我都很乖坐在这里，为什么要推我？是一个我们这里面有人有拿过小孩，水子林跟着来，水子林推他。那我们在座的啊，同门师姐或师兄有拿过小孩堕过胎的，那个水子灵还没有离开，还没有超生，他们随时在跟随，你们不知道。做妈妈的最凄惨，拿过小孩都要受业受报，常常腰骨酸痛，常常四周围，因为他进不了形，他变成无形的堕胎掉了，所以他的灵就会在旁边老，又哭又叫，你也听不到，你以为他拿掉就没有了，其他灵魂还在，就像这个小孩就会记在什么身上了，记在什么地方了。就他刚刚就被一个水子灵推走开了，这个地盘你不要靠近了，你走开了。他说我又没有惹他。那我说你什么感觉？我很生气啊，想咬他，可是我想在佛菩萨面前怎么可以呢？所以他就忍下来了。
他说哇，这个妈妈的水子灵这么坏，一定影响他心都不平衡，身体都不健康的。他就马上这样子讲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形体啊，有形的都看不到，只有灵体才看得到，感觉得到。我说你要不要留下来修啊，他说千万不要，那里面修那些大将军不能跟的，很凶的，对不对？那我说那你的主人说要不要留下来给我，哎，千万不要，上师你这种生活没人可以受得了的。哎呀，我还是跟回他好了，是不是跟着他。他说那我想要供养活菩萨啊，让我，因为刚刚我有观想他，你不要想你这么小，想你这种给人家玩的外向，你可以自主的佛光进入，我们在观想合一，这些都可以改变的。哇，他听我这样讲，他很聪明哦。刚刚的解说的这一个莲师进到他的心灵里面，然后去扩展，他得到了，然后他就慢慢真的扩展扩展，也在取那样子的一种放光放大的境界，所以它就变得很大，刹那之间就像屋子里这么大。你看这么小它变得这么大、哦、我说你在放，可是你不要想你是小狗熊，你是小狐狸小狐熊那样，你放宽放大。那结果、哦、他这样子想就觉得很好，然后他跑到远说我还没皈依，我还没皈依。然后呢他就 又调回来了。我说你只要是跟活菩萨合一，自信皈依啊，这个外表的皈依是因为要引起你的自信，否则以前都是自信皈依啊。你本身有佛性，你显现你就可以了。我就这样跟他讲了、啊、那就 OK， 他知道。他说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懂。我说学就会了，最重要是你心中要有光，你心中要有佛，你心中有佛有光，你什么都容易明白了。你就是黑暗才不明白，你明白你都有光。他说我会我会。我说你就跟随着吧，走到哪里就去学去助人。他说可以吗？他说可以的啊。 OK， 这就是刚刚整个晚上他一直跟我聊天，跟我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一直讲。所以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们也终有一天这个形体会放下来，可是谁会知道你还存在着？如果你不知道当下去解脱往生，你就是在轮回道无形的飘荡，没有主，没有方向，随时附在哪里都是。你不要以为什么，所以为什么有一句叫万物皆有灵？为什么会有这种说辞？万物皆有灵。你不要以为草没有灵，你不要以为石头没有灵，你不要以为树没有灵，你不要以为什么没有灵。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，我看过缅甸来的侨生，他们在问世，大概是从他们那里的风俗来，就一人拿一根筷子，那筷子跟筷子就顶住，然后就喃喃有词，请神灵降在筷子上，请神灵降在筷子上，请神灵降在筷子上。然后两个顶住的这学生就一直放空，一直讲这句话，请神灵降在筷子上，请神灵降在筷子上。然后呢我们就在旁边参观，然后开始两个人是顶着就开始动了。筷子跟筷子你们试过怎么样让它不会掉？那是不可能的。他们不管怎么大力翻转大力跳动，两只筷子头对头就是不会离开。那就开始问事，就像我们的什么玩很多的碟仙啊或什么，这些主动就会动了。像抬轿子啊，人家那种上灵的，哇，那个轿子就动啊，就各方面。像那个灵啊，道教他们在考那个道长，
我看过楼梯，就像我们在爬修理东西的楼梯，那个楼梯都是刀，都是尖的菜刀立着。如果他们要练习到灵，神灵降在你的身上，没有你这个肉体的你，形体的你，你放空让灵进来，你降下来在身体里的灵越高，你都不会怕任何的东西，踩在刀上也不会受伤，进到火里面也不会烧。所以为什么现在常常会有这样放炮啊，在脚下在哪里往你身上炸，你都不会受伤。我们平常烧一下就受伤，那就是在考验你的功力，看你的房子被请来的灵降下来，如果真正的是灵存在，你不会受伤的，不会任何问题。所以他们在这个民间，他们用一把那个很长的刀尖从这里穿过去，从这里出来，都没有流血，等到拔出来都没有动，没受伤。舌头也是一样，你会常常看，我小时候常常看到这样，可是就是不受伤啊。你去平常吃吃看，你醒的时候去吃就完蛋了，一定要有那个灵。所以太多了，那灵有分层次，你如果先前有修，你当然就有灵力了，你就有观念了。那一般的人没有去接触，没修，死了他的灵体出来了，他不是肉体了，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办，就飘荡来飘荡去。那如果哪一个跟他前世有缘，他就附上去了。那如果有怨气的，就带给你不好的感受，你就吐了，你就病了，你就难过了，什么都来了。那厉害的就哇，就很多问题了，心脏突发啊，什么问题都来了，那讨债的。那如果报恩的就守在旁边了，那稍微他比你的力气好一点，力量大哦，他就当守护神保护你了。很多守护神都是自己的祖先，自己的王亲家眷，跟你关系最亲密的，他要保护你。然后如果没有修，没有力量，也保护不了。以前我们有一个莲英法师，他的儿子好好的，白天好好的，晚上一回家上吐下泻，发高烧，抱着肚子一直叫痛。他妈妈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我，他怎么会这样，他发生什么事，是不是有冲犯。那我在家里接到电话说，哎，有，他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。因为他在割草，结果路过的几个灵就打他，捶他肚子，你没有感觉哦，你在割草，人家打你，你不知道。结果他的守护灵是他的爷爷奶奶前世的，舍不得这个独生孙，所以也没有说有羞耻去往生，就一直跟着他保护他。结果看到有灵要打他，他的爷爷奶奶还是谁就去保护他，结果他们没有修就被打得落花流水，连灵跟灵都会打架的，那你没有力量就被打输了嘛。所以他们就踢他打他，回去就开始发高烧痛啊，各方面叫。你们如果隔两天他有回来，问他比较详细。那很多很多都是要遇到才会知道，我经常讲这句话，你们遇到真的不知道啊，讲什么你都会拒绝接受的，你遇到了你就知道，真的这人生只有遇到才会知道，然后做到了才真的知道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。所以刚刚就在跟他聊天，然后他就讲，他说能不能跟他做功德，他在这里很好做功德的，上师没事就供养这一尊，供养那一尊佛，供养什么，好容易哦。想要跟这座佛菩萨，你只要供养他，你就结上一份好大好大的善缘佛缘，好容易哦。在这里的人真的都不知道这个机会，而且呢，他就讲我上师的这个感应灵通是直接跟佛菩萨相交流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就讲哇，这里好幸福，可是他们等一下就要走了，所以呢坐在这里，他说、哦、我很乖哦，你看人家真的很乖啊，坐在那里大眼睛看。他原来也是会有色彩的，本来以为眼珠是假的嘛，可是他刚刚眼睛在眨，然后默默的聆听。我跟他讲话不要那么多，不懂也没关系，好好静下来就好了。滴滴答答这么复杂，
你们手印怎么能够比这么复杂？哎呀，做人真是麻烦哈、哦。还是他这样这样，我说你也是要用念头去想，哇，就这样一谈法下来就不一样了，真的就不一样。最重要，他说哇，这里好多大将军哦，大将军。我说精英府嘛，我就看到林良之。啊，林良之还是穿着那种古时候的那种将军的服啊，那个盔甲啊，哇，那大将军，这里好多大将军哦，啊，我说多大？我在他们的鞋子脚边，这么大，哇，那不错，他们现在修为很好啊。对，你在他那，我说不过我想起来，你还本来就小了嘛。他说没有，我放大也在他们的脚跟那里。他们真的很大的，很大的这个将军的，就这么讲，他是看高度才叫大，大概是这样子分的。总而言之，啊，他这一次啊叫他小华，那么上一次叫春花阿花，嗯，很俗气。他说不会的，你们不是也是莲花吗？是华花，祖师也是华花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轮到我们就是俗气呢？嗯，对了，分别心。好了，那等一下就跟你皈依咯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就回头，他现在在回头了，看起来是，他就拉他，主人，给我50块，啊，给我50块，帮我留在这里，啊，每一次，啊，这个上师有什么附魔，就帮我添加一下供养供品。他就这样讲，啊，你前几次你都不理他，没有帮他做，所以他懂得做了，给我50块，我会报恩你100倍的。50乘100多少？5000。他说他会回报你100倍的，那你就赶快投资吧，投资他50块，他要还你100倍，好吧？那皈依你就帮他。带供养，他说不要，我要自己付。你哪里有钱？他说主人，借我10块，好吧？养他不晓得是好还是坏，对不对？他动不动，不过你不能跟他灵通也没办法。他说可以的，你可以跟他灵通。还是他说你回去他会跟着你，你可以跟他沟通的，你知道？他可以跟他沟通，好吧？那你就带着他吧，但是他有要求。不要放在皮箱里，要放在你手上的你的这个袋子里，你知道？不要把它塞，要把它立起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袋子里面不要放脏的东西，让它不好的，要干干净净的袋子，好像就是他睡觉的一个华屋当中，嗯，就这样子吧。没办法，他的要求是这样。他说以前再怎么样是你的婢女，他自己的房子都蛮整理的，蛮漂亮干净的，他是这样讲。好，以前啊，你当男的他也服侍过，当女的他也服侍过。然后他刚刚修完法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，你不要再像以前那么容易捐钱啊，你手很松会都没有钱的耶。以前他在你旁边都一直替你管理这些，头很痛的咧，对不对？有一次你把房子都捐出去了，让他的房间也被卖走了，他跟着你去外面很惨的耶。他这一次希望不要再这么惨了。他说你每一次都在捐，哦，难怪这一次从小就喜欢给，这是天性，这是天性，这不是教得来。我不是讲过吗？有一年我给他100块，给妙华100块，给妙珍100块美金，叫他们去看看梁皇宝忏有什么贡品可以供，好，就当作是他们的钱去。等拜完了忏，法会都完了，就问他们：你们有买贡品吗？你们有赞助或什么吗？三个回答是这样：妙华说有，你给我100块，我赞助了，我买了贡品50块，50块我留着。然后问妙心：我全部给了，那100块全部给了。妙正呢，一毛都没给。啊，为什么？大家都在买，已经很多了，不需要在我这一份了。这是天性，真的是天性。这没有人去教他们要怎么做，
自然发挥天性，那所以他不是说用我的钱全部给他，自己的钱也全部给，就好像在教课收学员的学费也全部都赞助紫薇蕾掌师，那通通都不拿不收，一有什么右手来左手就去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吧，你们也要赶飞机了啊，飞机了，那飞机也可以做功德的，不要动不动都是钱。你皈依了就念十真心咒，你就回去教他怎么修。你在飞机上你可以念Om Guru Hem Sam Siddhi Hum，跟所有飞机上几百个人结缘，你默默的去做，默默的去观想这个祖师莲华生大士，还有这个莲生一系列的显现出来，放光铸造，你这样子无形中的结一份佛缘，未来就有佛果啊，这样知道吗？不要钱的，这样知道吗？不要钱的，很多事情都不要钱的，不要动不动用钱。OK， 好，你其实五十块不要跟他借，你也可以留下你，你就去念经念咒回向给我们法会，这力量更大，不要钱的。五十块，我们如果做几坛，那么你去修法回向念咒回向给今天的参加报名众等，夜宵福珍善愿速成，回向给他们，这样这都是可以，不一定他都用钱的，这样明白吗？好，这样子哦，啊，这样子哦，哦，这样子哦，那上次为什么你们要摆贡品呢？真是的，啊，都大家都用修法回向就好了，很好，回答得很好，因为他看了几次。你知道吗？可是因为他没有去想他要参加，就最后一坛我才把他摆在当贡品那边，所以他知道他了解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帮他做一个代皈。好，那你要修多久你就离开这个有形的这个附带的。他说要修一百坛，他修一百坛他就可以离开了，就这样讲，他修一百坛，好，那你就努力了，好，如果认真的话，很快就修完了 ，OK， 那么通通观想你以前结过缘的众生，有缘无缘的众生一起来修。他马上回答：“妈妈咪呀，我先修好再说吧。”还是小心，还是小我，没关系，先刚开接触。他说：“你知道？”一个人的轮回一世有多少的众生结过缘吗？你经过的，你听过的，你看过的都是众生，哪有可能跟他们结缘？他这样回答。你活着，你像现在你看电视，你看电脑，你走在路上，你经过的道路，你种种参加什么活动都是众生的。你去一个 shopping mall， 你说都是众生呢，你怎么回向？他说：“我先修好再说。”不简单哦，反应也很快哦。啊？他马上不是他们这种灵体很快，马上回忆，马上眼睛念头一动，什么形象都出来，过去的什么样都出来。如果他有灵力的话，他就因为现在提高他的灵体了嘛。停了，他就啪，你知道多少吗？在你现在的以前，你还得完吗？你应付得完吗？不可能，所以你没有这个法力很困难，你没有这个灵力很困难。他一百坛修完再说，聪明，聪明了，好吧，随你，啊，随你，你自己一百坛，你去好好的磨练，啊，然后他就讲。那你要好好教他，你摊开来教他。莲华生大师都可以。那皈依的话，先从这个世尊的法开始，或者金刚心菩萨法。不过他现在一跳就能够跳莲华生大师，可见如果一直追的话，一定也是有这个秘法的缘。你为什么要带他下来的？啊，你也不知道，那一定是他要求才会让你想他带他下来。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就像那天昨天你要教他们，你也把他带上去，你为什么要带他上去呢？
你也不知道是他影响你要带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坐下来他就吼吼吼吼吼吼，我就干什么笑啊，笑这种什么声音，哈哈哈哈，哎呀好乐好开心啊，一直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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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听过那种笑声，很开心很高兴，一直哈哈哈不停的哈不停，嗯呐，所以这个就是影响，它影响你，你就有这个下意识的动作，否则大家会把它当作一般的玩物嘛。所以记住了，以后你们要去买什么东西，不管吃喝穿用，你不知道上面有什么。那衣服好像穿得漂亮，你不知道这过程是什么，真的你不知道，有时候就感染上了。善的没有问题，如果是恶的，心情好好，突然一用这个东西，一拿这个东西，一吃这个东西，一哇都不对劲了。所以在以前师尊我们早就讲，你如果不确定这东西是清净的，过火就对了，就像现在我们过火一样啊，上香蜡烛点起来，这个东西要穿要吃要喝要用，就过三圈，那个嗡啊吽顺时钟过三圈啊，利用这个，那我们密宗就加上光，那就不一样，火就是光嘛，让这个无知无明黑暗去除，就不会有干扰。以前是这样子，道教民间比较多这些过火，那现在就延伸到我们护魔在过火，或者你就要买金子过火，有冲犯的就要买金子，所以我们有除疾金，有冲犯的马上买除疾金，马上过火。如果这个人不能踏过这个火，你就引那个火，火光火热引到他身上，就是过火了，就是这样，给大家一个了解。好，我们就礼佛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礼拜你好。好，他的眼睛好大，很美，真的很漂亮。啊？很粉粉的眼睛，漂亮。你讲他很漂亮，他说你不要伤心哦。哦。不要伤心。对，他叫你，你不要伤心哦。哎呀，他会，你会看什么？你在问事啊。啊，来来来，写。他就这样，就马上这样讲哦，啊，你不要伤心哦，哇，这灵界就是灵界，你有伤心啊，有伤心，哈哈哈哈，哎，啊 ，Vicky 是英文，啊 ，Vicky 是英文呐、啊，那他自己讲他的中文名字叫什么？小华 ，Vicki， 对他这一世是江西人。中国的江西，对，他叫做王瑞华。王瑞华。对，那么妈妈他们都叫他小华。他三岁去世了，三个月移民温哥华。然后你看，所以很多这些小孩子的英灵哈，大人都不懂得处理。那真的是蛮可怜的，这个是带给我们的认知。嗯，好吧。好，那你就退后吧，啊，啊，对对 ，OK， 我就跟他加持。Om Sawa Datta Gata Idamu Kulunana Menza Kat Niniye Dayami。好，刚刚我们在给他做这个灌顶，给他这样加持，他的这个灵体啊，一直上升。一直在扩展，你看，如果你能够看得到真的这个真佛密法的殊胜，这个观想力量的殊胜，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很专注很用心，当然我们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像我们这样每天在做功课，每天在修，刚刚他有一个这样的哇变得很高，刹那之间就变得很大，所以我又在加持灵，又在观想变成本尊在加持他，砰，很快哦，那有形就被这个有形的形状约束了，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可以这样子，所以就一直在这里面发酵，他就啪，好，加油了，祝福你了，
然后它现在在旋转一圈，谢谢每个人。啊，他现在在跟大家，对呀，真佛，对呀，啊，他在谢谢大家。他说我会记得你们这一份善因、善缘，祝你们早日成就。哦，他这样讲，祝我们一起各自努力。啊，他要回去进修一百堂，那你们也会好好的修持你们的这一条路。啊，他说祝你们成就。下次再见，不晓得在哪里。祝你们，他讲祝你们成就，他还没有领略到很深的这个佛的境界啊。祝你们成就，好，那就好好带着他回去了。哦，好，任务很大的 ，OK， 好，谢谢了。然后这个什么，这个啊，对，就把它火化了。好，等一下。就把它火化，他不必带着，就把它火化就好了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好，你们要做很好，谢谢谢谢。这也是第一次喂这个，不是有人喂狗啊，喂猫什么的。Om Guru Lensan Siddhi Om Guru Lensan Siddhi Om